个配方的问题的这个开发情况。角度，你再给我看一下它这个结构的实现性。它是一个加碳纤三维立体透气的这样一个结构。透的东西，你看，我们就这是一张那个乙烯酸的透镜面，这是一个透镜面透镜的平面图。比赛的时候可能会感觉会更好一点，我觉得总体都蛮舒服的。李宁打造冠军之路，为我做好胜利的一切准备。李宁打造冠军之路。李宁，一切皆有可能。